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那这道题呢？他想要证明这两个线段想相乘等于另外一个线段。那其实这样看呢，有点奇怪，应该是等另两个线段相乘哦，比较合理。那这笔主要呢，就是有一个这个隐藏的 AB 线段等一。好，那待会要证明这线段相乘相等，我们大概就是要走相似型。好，那这里有哪些相似呢？首先，这里有很多角平分线，这20，那这个也是80。哎，那但是呢，这边80把它切着角平分线，这角平分线、角平线，所以这四个呢都是20、20、20、20。好，那上面这个角这样子就变成了40，这里就是60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两组相似，一组是20、80、80的三角形 ABC 相似，对，相似三角形 BCD。好，那另外一组呢？是这个40、60、80三角形 FBC 相似三角形，好，这边的40 BEC 哦 BEC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对应的呢，把它画出来，AB 比上呢这个 BC，那这里会是 BC 比上 CD，因此 AB 乘 CD，好，AB 乘 CD。就等于 BC 的平方，那下面这组 FC 比上 BC 会等于 BC 比上 EC，这里也有 FC 乘 EC 会等于 BC 的平方，因此这两个都是 BC 平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两个相等。那题目说 AB 等于 1，所以就有 FC 乘 EC 等于 CD。好，所以看到这个线段相乘呢，大概就是往相似型来下手。